中国我所采取方，这一夜不眠的狂欢，最兴奋的时刻情不自禁，莫过于傍晚时刻，男人诱骗，女人默许，在酒店度过销魂的一晚，当果子与人婚配，衰老枯干，只能忘记蛾朵滚动在田野，浪里白条跳跃在河川，你我翻滚床单，思绪流连，这一夜不眠的狂欢。